我看一下这个啊，这玩意儿有人收吗？雪雾还记得全区第二鲲鹏吗？这玩意儿有人收吗？想卖啊？你上号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吧？嗯，黄眉老怪，好吧？哎，就这个逼了，好吧？好，这个狗咬一下是5700，好了啊，看一下啊。接下来呢，将是我们的150000人民币的一只蔡徐坤啊，一只坤登场了，来，来了，价值100000的特效，来，要炸裂了。你看，11000怎么说，兄弟们？还可以的。来啊，他这边有一个技能叫水击3000，你看 A 一下10000连血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先不用着急啊，首先我们先给他加个野兽之力，然后再来一个北冥之渊。北冥之渊呢是五行改成水属性，并且伤害提升 30%。 看好了啊，先加野兽。好，使用北冥之渊来了。哇靠，怎么说13000。不，你还记得你这宝宝就是当时一共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吗？17000是吧？老板花了17万。老板要不这个样子吧，你如果真的缺钱，紧缺钱想卖掉它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在金榜题名一年内啊，我来这个区呢建个0级的小号，你花了17万，你便宜点卖我17777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对吧？反正你也缺钱，要不你就先卖给我啊，等有钱的你再赎回去啊，你看可以吗？啊。17777啊，我这个可以先给你收回来啊，回收一下好吧，还给你拿了2点成就啊。